哦，好了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E 流亡道，我来打一下 T4 残破陨坑。不死，但我的效果伤害那一球不能操控，移动速度不能减速就对了，啊，没差了。那这次 BOSS 我也不知道是谁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灵长新出来的，还是只是某张图名字被改了的？残破陨坑。我有蛋了吗？好像又蛋了，唉。又蛋了。这是我第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哎，不是蛋啦！哦，我把绿旗的断线了，又被踢掉了。王者挖矿可以提供爱，其他都会踢掉。哦，弄那个挖石场也可以，那边找密教成员也没问题。开图好像都不行，还是只能打同一张图，不可以打新的图这样。真的好惨哦！喂，你被踢了，验证码无效，你要怎么关不掉？今天关都关不掉，哎。去直通也一起站欸，超傻眼。到底是不是进直通的问题啊？哈哈，确实超疼。
那还要回报程式当掉的问题，然后才给我开这样吗？回报也没有修好啊，干嘛要自动回报欸？不如就不要回报了嘛。而且他还没有问我要不要同意回报，直接就回报了。虽然我问我应该不同意回报，那也没有修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会修好就回报。欸，好久哦，我怎么会被吃掉？这次开的快一点，五分钟。啊，我忘了把那个动态什么挖哥的。调掉了。实况开游戏，不知道第几次了，开不起来啊。嗯哼，好了吗？我操，还要再踢一次。欸，我把那个动态处理关掉了。顺便关掉。关掉的话 ,FPS 应该就在60左右嘛，不能乱跳。哦，乱跳的程度没那么严重。欸，这样讲好像也不对。那怎么讲？限制在60fps 以下，那对吗？关掉的话，反正是这样的、欸。欸，我连长身处都进不去。真的进不去啊，被踢掉了，夸张欸。他真的不能预设在长生处啊，一定要到城镇。我觉得齁，可以换个选项，直接一进来就在长生处啊，干嘛要去城镇多此一举？在那边让一堆人卡住这样，那有比较开心吗？大了吧，再弹看看啊。哦 ,OK 了。啊，这个是那个血腥沼地吧。这两个章。欸，好像又不是欸。欸，好吧，不是的。我去啊，这太稀。我怎么死了？我死了，蹦蹦蹦蹦蹦，我没有被秒杀、啊，但是一直扣血。可是那个枯骨鸟应该都死啊，为什么我会被打死？
只有把它炸尸体，要炸尸体，都可以炸。蜘蛛怎么打不死？我一个问号哎、欸，那些召唤物就卡在那边了。哎、欸，还是我是被那个电球打死？有可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召唤物那么蠢？到底是仓鼠了 ？AI 到底怎么了？召唤物奇蠢无比哎、欸！我放那个，现在蜘蛛都不会打，我是自由打。这种小象是最讨厌的，召唤物会卡住啊。好、啊，这张应该超过我队友不会再来了。哦，都是那种卡死人的地形，卡死召唤出的地形，可以把它做平一点吗？嗯，好吧，雨坑啊，雨石打过了，特色是吧？雨石打过不会那么平整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砸下来应该超光滑的，因为温度超高，这个比较像火山地形，风化有没有？不要爱我，不要打。我觉得比较像火山地形。爱王会遇到三次，这边一个，那边又一个，等一下还会再出现一次。出现的那个在另外一边，我没有经过的地方，那就不会再出现了。插入也很多嘞、欸。咦、欸？哦，哇，这不是那个幽魂尖脑什么的？第一关刚出来那个 boss 打眼呢、欸，这画面我只能在下面。僵尸有僵尸死光了，这张真的，哎、欸，十个熔岩骷髅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张还要再来打吗？哇，那个挑战我可能放弃了。他还会招熔岩骷髅哦。要留十只，哇！盲坑的挑战，欸，在哪里？残破雨坑。好，那就这样啦、啊。